中华汽车为了扩大轿车生产线的规模，于1997年3月开始着手规划导入国内车厂自动化率最高的车身生产线设备。历经了9个月不眠不休的努力，打造了这一条和世界主要汽车厂相同技术水准的车身生产线。主要效益：确保车身结构之品质精度、稳定性及刚性均达世界水准，提供消费者车体结构最佳、噪音最低、吸震力最强及乘坐最舒适的产品。主线全自动生产，节省人力40人，降低开发每一新车种设备投资成本9600万元，缩短开发每一新车种时间3个月。高自动化率提高产量，扩大经济效益。大量采用缩动机及机器人，降低人员疲劳度，提高安全性。混线弹性生产，节省生产线面积290平方公尺。